大家好，我是江苏群昌的金凯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演示的是生鲜类食品的热收缩包装。我们采用的设备就是我身后的这台 L 型的热收缩包装机。我们所采用的模材是 POF 的热收缩模材。下面由我的同事为大家演示，大家请跟我来。我们封切机所设定的温度是225度，收缩炉所设定的温度是150度。热收缩的过程只是对产品表面的一个瞬间加温，对产品内部不会有任何温度变化。你看，现在已经收缩完成了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收缩效果。谢谢大家。